各位同學你好啊，我係 Sharon 啊。好多人同學咧就成日同我講嘅喎，哇 BASF 呢一科咧好難啊，難到咧都唔知點樣搞好喎。其他科都好地地，但呢一科咧硬係棘住棘住。咁其實好簡單啫，揾清楚個師傅。首先第一樣嘢，你要知道咧點解要咁樣計，究竟喺我哋商業世界裏邊咧發生緊啲咩事。如果你明咗發生啲咩事嘅話咧，你就喺計數學方面咧就唔會有問題噶咯喎。而第二樣嘢咧，你就更加清楚揾清楚究竟每一個步驟咧係邊一樣嘢做先，邊一樣做後。你有個方法㗎，那個方法能夠俾到你能夠快靚正一次過計好條數。咁你話啦，分數點會有問題呢？同學快啲嚟上 Sharon 嘅班啊！